萧宗啊萧宗，谁叫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我呢？这千年的积累，小爷就当是精神损失费收下了。哎，乖孙儿，咱爷俩终于有时间亲近亲近了。爷爷说的是，孙儿对您历来是亲近的，只恨不能尽快痊愈，亲身孝敬您老人家。哎，莫急莫急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但有点难以启齿，怕说出来你承受不了啊。爷爷，放心，我很坚强的，你说吧。哼，好孙儿，看你爷爷我是谁。